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在四月的声望看起来并没有起色啊，那么还是在低档徘徊啊。那么他是 38.6 啊的人赞同他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，但是不赞同的人也有46%啊。就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讲，简单的说，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声望啊，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、低档徘徊的状态啊。民进党的部分，这是第一次做，它的结果也是让人相当的一个惊讶的啊。有59%的台湾人民不满意民进党的完全执政，满意的人只有35%。